哇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好好吃啊！马董很满意的笑了，被夸了。谁喜欢吃芒果糯米饭？又来。哇，还有越南牛肉粉，我想吃越南粉。哇，失落了，刚才还笑呢。气氛有点紧张，今天晚上。啊？不高兴了。孤独了，消解一下情绪。哟。哦哎。都来了。我想听慢慢喜欢你。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，慢慢喜欢你，慢慢的对你，慢慢的陪你，慢慢的老去，因为慢慢看着他的眼神吗？